好，那我现在来回答那个通讯列上面的呃问题哈，那个姓张老师问哈，呃，手写字型哈是呃 c a e r a 的字型，它网络上就有很多种字型，好、啊、说，然后那个你也可以自己上传，啊，也可以自己上传。那我二六二七页我的整个简报用的字型应该都是。 应该都是属于网络上的，就是他提供的字型了哈。二六二七，我看一下。啊、这个是网络上直接提供的字型，这个不是我自己的字型。所以你在文字这边哈，文字这边你去选到字型的时候，啊，你去选到字型的时候，这个地方，哎，把它点一下，选字型这边，这边很多网络上的字型。 哦，你可以去浏览一下，或者用这里直接搜寻哈。这个字形好像叫做叫做杨任东竹实体，好，哎，我觉得蛮好看的哈。好，然后这个这个我就，呃，这个是新地焦糖体，这个都是网络上提供的，OK，网络上提供的哈、哦。 哎，那我自己上传的是那个王汉忠的，好、哦，这边可以，这个下面有可以自己上传字型，啊、哦，但是它好像都算在你的容量里面，好、哦，我们教师的权限它有一个呃容量的限制了哈、哦。好，那不晓得各位老师、各位朋友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今天超过时间了哈、哦。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各位。 啊、呃，如果填完问卷哈、哦，我们就可以下课了，好吗？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哈、哦。好，那今天因为不是教那个 Canva 的操作哈、哦，因为操作，哎，我这个人不喜欢讲，不喜欢做重复的事了、啊、哈、哦。那所以那个，呃，网络上已经有教学影片的，我就不用再去讲一遍了。那各位可以在。 呃，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就可以找到那些教学基础操作的教学影片，好、哦，那我就不再讲，那我就分享一些比较呃，各位可以直接用在生活、用在工作、用在你的领域哈、哦、上面直接可以用的这些心法，好、哦，好，非常感谢大家，好啊，如果你有其他的分享或建议的话，欢迎也提供给我，好、哦，那如果要找我的话，那个脸书。 可以直接呼唤我哈，好，那我我我有录影的哈，我之后会稍微剪辑啊，如果各位需要复习的话，我之后会丢在 YouTube 上面，那一样会做清单给各位去复习一下。感谢大家，很多人按赞哈，还有那个放烟火的哈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那如果你那个听听的过程中间有很多不理解的， 呃，可能是看法或者是理念，欢迎再来沟通询问的、啊、哈，因为我有时候，呃，有的人会觉得我讲的比较飘哈，但是我很诚恳的跟各位说，这些我讲的这些所有的内容，都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，而且非常有感的亲身体验，哦，我不是讲那个很虚的东西，啊、哦，只是说可能我们的那个。 呃，层次 level 不一样，或者是领域不一样，啊、哦，会有不一样的想法。我也欢迎你跟我分享。好、哦，那尤其是如果你真的把它拿去用的老师们，好、哦，你用在学生生活，呃、哎，用在学生上面的一些感觉，后续的发展，我欢迎你可以随时跟我讨论。好、哦，非常感谢各位。啊、哦，只要你是用在学生身上，我们都无条件七七授权，随便你用哈、哦。哎。 我们也不会分什么公立学校、私立学校，啊，或者你是业界的没有关系，就只要对学生、对小孩有用，对你有用，我们通通拿去用了哈。